今天，这应该是昨天晚上收到的。昨天晚上我没有在家，这个我媳妇儿帮我收的快递 ，NBK 的、我把这快递叠起来了，为了这个保护一下隐私。蔷薇特供版非卖品，大家知道什么东西了吧？好吧，这个不废话，赶紧开始。哎呀，拉偏了，这在镜头前面看着，然后这个手就很不好操作。好，盒子里没有东西了，外包装扔掉。内包，哎呦呵，一个老威的头像还挺，这个歪着个嘴还挺邪恶的。四周什么也没有啊，黑黑的。然后你还真别说，这个样包装看起来还蛮高档的啊。就这个特供两个字儿有点碍眼，这个去掉这两个字儿的话，我觉得这还真的蛮高档的，烫银的，就是，哎，纯黑色，看起来有点，但是这个胶带有点碍事儿，如果要是没有胶带贴着话，看起来会更好一点。不过无所谓了吧。说明书好了，外包扔掉。说明书我们简单看一下，哦，还是 NBK 之前的那个风格，就是一张纸这样前后叠了一下。这个之前的这几个那个大力神都是用这种方式。然后就是这个主体，出来了，就是一个黑色的吸塑包装。吸塑内衬，好了，扔掉。这个应该是威震天手臂上的那个臂炮。这东西是到，这东西应该是冲前还是冲后啊？这算是个什么东西？好大的水口，看见没有？水口。我也不去拿这个笔，掉了。我也不去拿笔刀了，就这样削一下吧。好家伙，这水口。